现在没有进场的球员，请抓紧时间进入比赛场地检录。比赛即将开始，现在没有进入赛场的运动员，请抓紧时间进入比赛场地。在比赛开始之前，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，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或关闭状态。运动员比赛期间，如果手机发出声音，第一次判犯规，第二次判负一局。欢迎大家来到乔氏杯2020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武汉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-20组第一场，1-4组的第二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2号台裁判员曾业立，
运动员吉振宇、吴国燕。三号台裁判员李亚凡，运动员戴尔丹、李恒。四号台裁判员张建国，运动员张子豪、王攀。五号台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李博宪、陈建峰。六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于乐毅、周泽正。七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张晶、郝天。八号台裁判员张小舒，运动员张银、吴杰。九号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运动员孙明明、田成。十号台裁判员吴妍妍，运动员范成、朱张华。十一号台裁判员彭程，运动员熊俊龙、沈申义。十二号台裁判员张星星，运动员张毅、张庆超。十四号台裁判员傅中轩，运动员张建海、孙梦龙。十五号台裁判员傅依然，运动员何李亮、马红军。十七号台裁判员张希，运动员向代平、柳成刚。二十号台裁判员马红旭，运动员梁晶明、张展、郭辉。员薛子川、杨海。二十五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博俊杰、徐天伟。二十六号台裁判员周世龙，运动员胡希、戴延松。 TV 台裁判员龙飞，记录裁判员马冉冉、刘凯，运动员任旭、夏飞竹。现在比赛开始。
Anyway.